你有了身孕，是真的吗？我……你来干什么？一句“非他不娶”等于告诉所有人，大哥的义气用事不识大体。一个怀有身孕还可以彻底推脱与宋家的联姻，不知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呢？你既不信我。 可以自己问他。你不必怕他，尽管说便是。事已至此，无需多言。你向来这般蛮横，难道对心爱的人也是如此？她是我的女人，我如何待她，与你无关。以后给我离她远点儿。 这不过就是一场交易。我娶你，本就是为了推脱与宋家的婚事。只要你配合我获得了父亲的认可，达到了我的目的之后，我自然会给你想要的。行，我也不求什么荣华富贵。目的达到之后，我只要求一点：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。 最好是这样。那我再加两条：一，成亲之后咱们必须分房睡，你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；第二，你以后不许再随便揍我，更别说什么家法处置，还有杖毙我和禁毙我。可以。成交，签字画押吧。我也要再加一条。 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在驿馆长大的熊希若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驿馆的？你的底细我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你以后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听清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江宁府知县的千金，自小受到父母的宠爱，熟读四书五经。 性情贤良，书德温婉如玉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江宁府衰败之前，被送到了云阳，直到与我相遇，于是决定托付终身。停停停！公子，你编的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公子，你也太不会撒谎了吧！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真实。 哎呀，要说我是千金，温婉贤淑，我这个气质倒是还比较符合。可是寻常女子怎么会对公子一见钟情呢？这说出来没人信。好，我现在让你编一个，你要是给我编的有半分不可信。 要我说呀，这故事应该是这样的：在一个月黑风高、狂风暴雨的夜晚，一个贤良淑德、思乡情切的女子。啊！啊！啊！ 你，公子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
云涵，云涵，你过来。我错了，错了。过来啊！哎呦，公子，我们的孩子刚才在踢我，好疼啊！手放在腿上，腿并拢。从今日起，你只需听从我的安排，接受训导。至少在见父亲母亲时不知露出马脚，必须让他们觉得你是入得了李府门的女人。能受得了这种地方的人，一定不是什么寻常女子。公子，不如换一位替代我。啊，不是约好了不能再揍我的吗？是有人先动了出逃的心思。乌龟的呀，你把筷子送到嘴里来。对，对，手送，手送，别吃了，把嘴巴放松，不是撅起来，放松，别撅，来，嘴角向上翘，别撅，你是猪吗？笑都不会，再来。笑不露齿，说我属乌龟的，我倒要看看谁属乌龟。那晚刺客之事，一定要严查到底，并且对府内严加看守，绝不允许再有此事发生。是。阿毛，在。若再无线索，家法伺候。是。笑什么笑？散了。哎，好你个熊心若，敢在我脸上画乌龟了你？啊！我道歉了。不行，我得画回去。那你给我，我自己画。还想跑？给我。不准动！不行，过来，老实点。